南昌公园花心时节打卡赏花。深水埗区议会在区内举办花心时节市集活动，自30日至下月7日一连9日举行。活动除有市集外，南昌公园更有花海及花艺装置，让市民打卡及赏花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